信贤哥，过了银行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我嘛是你的人啊。只要你的心内有我，你就会发现，咱两个才是命中注定要行一世人的。平常时衫包到这么暗，想不到你也是脱衣有肉的那种人呢。哎哟，我的拍摄啦。嗯，那只箱留作纪念。找到一个较小的角度，若是我的手会当搁长一束束就好。敢需要我给你倒脚手啊？醒过来啊！因为我规身躯的神经拢伫倒大，你接近我。你竟然做出这样变态的事，真袂见笑，而且搁哪做哪笑，真正有够太过诶！信贤哥，你哪会当对一个查某人讲这种话啊？根本就无好药啊，袂放弃。无唔对，你伫创啥？我自头到尾拢清清楚楚，我真清醒。你今个三万块，刷来，中华你敢有闲清醒啊？这是你老公，这是你的爸妈，别让我叫啊！无啦，姓恒啊，你是安怎？跟蒙子冤家哟！爸妈，我今日一定要跟廖蒙子解除婚约。伊竟然敢有淫寸头好色，跟我下药，想要去我的不雅照维持婚姻。咦？你真正在害廖蒙子死个家己啊！一时，我无啊，我甲伊也毋是白共一个诶，我甲伊斗相共是要创啥？我讲无，是你家己讲，为着要感谢我替廖凯宏甲经理姐为着补掉，要请我食饭，结果咧，你竟然伫我酒内底下药啊！啊，毋着好加载我情绪哩，无真正忍咧。后来你甲廖蒙子讲啥？啊？你伫个正人面头前，搁讲一届。哎呦，怡宁啊，你到底是咧创啥啊？你哪当做这种无代志啊？你啥物人唔斗相共？你去斗相共廖蒙子？你为着廖凯宏，你直接头壳拢在底屎啊你！我无下药啊啦，啊就家己啉伤济，啉伤酒醉啊，啊我有代志就先走，啊为着房间拢定啊。啊，就想要休困偌久，拢会用食。我哪会知影廖蒙子是安怎选入去的？就是你给我房卡的，那无我哪会当入去啊？好啊，恁个啊，拢莫搁定心啊！来，把你的配合照摕出来，分爸妈看。无爱啊，无爱就赶紧删掉。哦。
掉，删掉啊！阿哥，垃圾桶来得。哦。删掉啊！廖王子，你有讲不记准？我真正拢删掉啊，真正的啦。既然安尼，恁两个离开啊。爸。莫叫我爸。为即摆去你甲信贤一点仔关系拢无，阮母甲无你串新妇啦。哈，真假啦，莫安尼啦。啊，翁阿婆床头弯床尾和，迄是定定有诶代志。你安尼一个无欢喜，就讲要退婚，安尼敢咪伤过凊彩？阮孟子是正式拜过大官诶，算起来已经是恁母家新妇啊呢。哼，伊三番两次闹出代志。之前佫带隐隐去偷注迄个违法的美容针，啊，即摆佫用这款下流的手段，这款新妇哦，阮母也无可能接受啦。爸，爸，我真正唔敢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，袂佫让之前佫无欢喜啊。我甲你讲啦，这手指哦，你要互相袂互相，否则我是无可能甲你结婚的。我的身体你保管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头，请我替你挂起你。安尼可能要等到后世人哦，你大大等。吴盈盈，你妈妈笑就跟我们做伙，要死乱，大家做伙死乱啊！杜光亮，你搁乱在遐创啥？去把廖萌子带走啦！亲家啊，今仔代志，我来当作无发生过。孟子，我先带转来看家。我的心内，同款也是把你当作亲情。呀，金贤哥，我爱你，金贤哥，我真正就爱你，我会等你回头。哪会有人这么厚面皮啊？拢退婚啊，搁亲家亲家叫，真正是足恶心的。莹莹啊，你嘛较自爱咧，堂堂一个母家大小姐，搁伊倒贴，迄个传出去偌歹听的。既然有子女，真紧就要离婚，啊，你嘛爱准备一下，爱亲身去看较妥当。我知影，看这个办事。母家拢会同意信贤甲吴金玉做伙啊，争取爸的支持。今麦心态，搁甲我已经做伙离家出走，我甲莹莹真正拢无当会当相听啊。新闻快报，新闻快报！前气象主播廖萌姿日前才跟吴家的二公子开开心心的订婚，但是现在却惊传遭吴家退婚。想必他目前的心情一定有如洗三温暖一般，早上是日正当中，下午却是狂风暴雨啊！他现在的下场不只是没带雨具，根本是悲剧啊！你给我点起啊，拢是你让我嘴害的。你莫甲我冤枉吼，我早都甲你提醒过啦。天有不测风云呐、啊。搁再讲，迄、那个富二代，啊不是干那不信贤一个人尔，是你家己安尼经来经去去经到一个袂灵景的啦。啊，偏偏这个袂灵景的，搁这尼啊无良心，啊话放啥就放啥，这下好啊啦。你为着伊，连主播的身份拢无啊！哎，我看伊哦，你搁要调一个富二代，迄是真困难的。我的代志免你管，你管好你家己啦。好好好，我卖管你，吼、哦。
我来关世伟啦。是，你卖笑到这尔啊欢喜啦。虽然讲母子互人退婚了，对你来讲是一个好消息。哥，你不看母子啊，怎么都敢那迄个孟姜女被哭倒万里长城啊？赶紧去给伊笑笑的。哦，孟子啊，你卖艰苦啊！你免在这假好势啦，你明明嘛在笑我，你感觉我足见笑的？我以后是要哪几人啦？我来弄不好啊！你妈你呐！我人退婚的人不是你啊！你当然会当讲到这么轻松，放手放手放手啊！我唔放！你明明就无甲伊有信心。当初跟他订婚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光电事业，你才委屈你自己跟他做伙。现在既然已经退婚了，你不是应该自由啊？你为什么还这么激动啊？你是骂谁啊？这是关系到一个查某人的名声呢。就算来退婚，也是我提议不才对。这声好啊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廖梦真是一个黄退婚的查某。你抓我啦！赵姐，痴情的男子汉，身体勇健，佮有六块腹肌，随在你怕啦！打是情，骂是爱，伊绝对袂含苦的。少林飞，哎呦！我是听到甚物声音啊？敢若有一个泼妇在骂街呢？你像我孟子无珍惜我，伊对我的，我拢看伫个眼内啊。老婆，今麦你记得一定要有信心，该有婚约啊。那安尼，咱的婚礼就会使赶紧办办嘞。我要向全世界人宣布，你是我许世伟的查某人。你拖到歹去哦！我才拄到有信心解除婚约，我就随嫁给你，别人会安怎看我啊？你是要让大家认为讲我是一个上卡大上船、水性杨花、无梦见过白走不的走路是无？你是要害我的名声跟臭一条，跟我臭哦？无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哎，好啊啦，蒙子啊，你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上流名媛，别把自己看到这么啊重要啦。真正无虾米人哦，想要知啊，你嫁予虾米人啦？哈，啊，搁再讲啊，虾米鼎，会虾米卦？我看你甲四位哦，真正是足素皮的啊！啊，即马搁有人想要挃你哦，你爱偷笑啦，卖搁嫌啊啦。对啊，就算讲全世界拢要甲你退婚，我嘛是会娶你的。你查甫人！蒙子，